前香港小姐冠军向海兰4月7日晚上现身香港将军澳电视城录制 TVB 节目《流行经典50年》。当晚她会演唱《感情线上》和《终身美丽》两首歌。很久没有看到向海兰公开线上，不知道她会不会都觉得有点紧张呢？其实还好，因为其实自己的工作很多的商演等等的都会唱歌，但是上这个节目就会比较紧张一点，因为呢，其实我自己是享受唱 live 的，但是呢，因为这个节目虽然是 live， 但是 live 了以后呢，它节目会录起来的嘛，然后呢，所以现在网络那么发达的话，就是真的50年之后还会有人会把这个节目拿出来重温，那所以的话，这个压力会是在，一定要唱好一点哦，而且今天选的这首歌我自己觉得有一点，就是我以为很简单，但是原来是很难，然后我有找老师去补课，然后补课的时候才发现，哦，原来全部的方式要重新再学，特别就是可能是一些换气的位置或者换气的方法也要重新再学。另外近期看到向海兰返回 TVB 工作的次数多了很多，那有没有谈合作拍剧的事情呀？最近没有，之前其实是有的，但是之前因为可能是时间上配合不了，所以的话就没能合作。但我觉得就是始终拍剧的话，自己还是蛮大兴趣的。那所以如果剧本好，然后角色自己又喜欢的话，时间上又配合得到的话，是可以考虑的。哎，我觉得这个不会的，因为呢，我觉得拍剧跟做生意其实是相辅相成的。那所以的话，我会觉得大家可以互相帮助到。那所以的话是我觉得还是要同步进行的。魔方传媒香港报道。